躲一下近啊！我亏了呀！我跟着目光之眼儿，他跑可以。 小亏，这玩意儿的耗血挺恶心的，好烦呐、啊！这个英雄啊。 我要玩个鳄鱼打他还行，一下吧。让我们来看看他的补刀啊！好，好，他补到了一个。 两个，他就补到了俩，这波兵一共补到了俩。另叫下俺老孙的本事吧！一骸骨，什么打野？蓝枪。我这个车可能不太好补啊。 不知道蓝枪来没来啊？直接双 Q 死了，好快速拔枪！我就在纳闷一个问题，你说你能打过我吗？法外狂徒，法外狂徒。 算了，饶他一命。这目光之眼推线也推不过来，我们回家。哎呀，放左上角，放右下角能咋的？你说说，事儿真多。 放哪个地方，他也不挡东西，对不对？聚精才是重中之重。 控拨线，我感觉我刚才这么干这个蓝枪，他把快速拔枪给用了，不行，我干不了他。刚才我要干他，那妖精指定得过来，我们就捐了，然后上路的兵也吃不到了，GG。 还好我机智，技高一筹啊！稍微躲着点他的剑，抠一下，一上来，再 Q。 杀不死，插个眼儿。
32刀，还行吧呢，收一下。一 A 打不溜，跑了。你跑什么玩意儿呢？你也打不过我呀，你说。闪现一个 Q， 打不溜走。四级蓝枪。才发现呢，这目光之眼也用饼干呢。算了，这波不拆了，回家了。吓你一跳，这波没摁波浪劲，关键是我没吃饱，你知道吧？我把这鸡蛋饼吃了，我们就无敌了。OK。完事儿，拿下。我饼吃完了。他传下去了。他好像是传下去了，我看。跑了，跑就跑吧。找一找蓝枪啊。你咋那么猛呢？我就纳了个闷儿了，你说的。哎，刚第一个 Q 没出来，烦。怎么第一个 Q 没出来呢？打你个石头人！打呀！不会吧，你要杀我，你在开玩笑呢是不是兄弟？哎，我卡了我一波视野，差点我死了。你有虚区吗？抠怎么不晕人呢？谁到的？我估计设计师啊就是故意的，你知道吧？故意把那个云顶之翼的猴那个抠可以设计成晕人，然后这样呢，下个版本的猴抠晕人，这就是一个伏笔，知道吧？我决定这波快速回城。这把我决定出个黑切，三项不要了，打着腰子，我们先整一手黑切。其实他吃到我经验了，你知道吧？快跑，追不上，没事。好妖精，哎我螳螂，
一塔没了，我们把一塔拿下。把这石头人儿再给他拿下，我们其实已经有点无敌了。干哈呢？这有这么不怕死吗？我这大招伤害兄弟不是平 A 伤害，你这剑阵也没什么用啊。16-6，行。其实不瞒你们说，我已经明显的感觉到我有点菜了。2175。我需要稍微玩一玩，适应一下。差双皮鞋，我得赶紧回家把皮鞋给买了，把红打了吧，看看红有没有啊。俩玩吧。但我们吧可以调整过来，不瞒你说，早就感觉我变菜了，早就感觉我菜了。虽然我，你早就感觉我菜了，但是我打个你还是随随便便的小伙子。先来个九头蛇。你杀 ADC 呀、啊，这杀杀得了？这把我们打单带了啊！我看这峡谷先锋也还打了。王者200分，请猴哥吃掉。王者没有200分的。王者最次都500分，干哈呢？啥意思啊？有点不服啊，我这。我这一看，这是有点不服啊。这虚区这么高，这250的英雄怎么虚区这么高呢？200来血给我斩杀了，给我秒杀了。
大号铅弹打了多少啊？终极爆弹，穷途末路，261。我再能多个30点血，我估计我都活下来了，真的。我看他下件装备来个啥？死亡之母。好坑，一换一。他们家这火蓝是辅助是吧？这辅助装备挺好啊。嘲讽谁能跟得上你？我问一问，我就想问一问，怎么回事？怎么死了呢？不能吧？你让妖子单杀了，我的天哪，这怎么回事呢？这妖精要干什么？来，我今天就在这待着，我看看你们谁能打得过我。行不行？我就在这装备一波。来，我今天就在这装备一波，兄弟们。打个蓝吧，先打个蓝去。再打个红去吧，他家红刷了，没烟去了，那算了吧。对，你把这火蓝杀了，挺烦人的。干哈呢？干哈？等他回来啊！他不回来，我们就把他杀了。啥呢？这有什么好瞅的呢？火蓝来了，要弹我们了，快走！要把我们弹死了！带俺问问土地老儿。你咋知道他是真的呢？他都打人了，他放技能了。哎呦，打个红，这有红 buff， 来个红。凯旋必须得点，我跟你们说。凯旋跟气定神闲，凯旋肯定是能救命，而气定神闲他不一定能救得了命，他救不了。蓝没了可以回，血没了就死了。我现在能一个打五个，你们可能不信。干哈呢？这怎么是假的呢？这没用的呀，兄弟，我有莫甘娜。这妖精怎么是假的呢？不应该呀，
真的哪去了？死亡之舞一出，我就无敌了。我们已经无敌了，其实我可以去打个大龙了。现在来点魔抗吧。魔抗的话，出个啥呢？出个影魔刀吧。打个大龙去吧。就是蓝可能不太够，你打不过大龙。我也就没出耀光，我出耀光我能打死他。我也就是蓝不够，我就九百点蓝，我估计我不够打他的。我红还没了，那大龙打我都不掉血，我就这样平 A 我都能跟他打，只不过打的时间稍微长一点。这样吧，我就只用 Q 吧，我用 E 这个蓝稍微不太够，我就只用 Q 啊。就是有点慢啊，就是有点慢，没三项就这样，那没办法，就是这么慢。你打他，他关键他那个东西减伤，他不掉血，他掉一半血。我打，比如说我打300，我就只能打150，你能打150，你就只能打70。这小子300点护甲。